上去。来了吗？这是别人的。哇，这好可怕，这好可怕。S Max 是什么？150吗？哇哇，超重，好辛苦哦。我们点了辣尾鱼口味跟炸飞鱼。鲑鱼吗？我们这次住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没有要住民宿哦。哎，已经有人了。好。好。那基本上露营的话，就是在这里。哦，好啊，这边的这个面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晚的家，没错，我们来绿岛露营，但我们也不是真的很想来绿岛露营，完全没有民宿，完全没有，对，是这样，对啊，都带了就露吧。我们很简便的装备，就带之前那个快速帐，然后跟朋友借了两张椅子、充气床垫、椅垫跟电风扇，然后还有带一包灯，就这样，超级简便。丁丁来搭帐篷。睡到几点？很可能。带了我的瑜伽垫来睡，有点回到第一次露营的感觉，有些重建的感觉。它的草坪其实已经很软，很舒服。从韩国搬回来的地方超赞，你们看，它可以挂在上面，窗外的风景很赞，好酷哦。很舒服，超多人的汉堡店，紧张大来吃我们印象中最喜欢的冰点，希望没有记错。我们点了招牌海草冰，到哪里都爆多人，来喝海草冰。老板不让我们用环保杯，为什么这个呢？我根本他已经装好了，应该吧。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死海。就是它在有点潮间带吧，就是海水会这样进来，然后它就在这边撑着，形成一个湖。它旁边就是白灯塔，所以玩水咯就会很漂亮，还会有飞机经过，很美。来吃豆花，耶！吹冷气时间。
cute。我们点了一个铁观音的达克瓦兹，冰地瓜，好吃的达克瓦兹。我们的冰地，好凉的地方。推推。可丽露。厨师，他的可丽露超好吃，超脆的，里面很香。好吃到我们又点了一份，很好吃哦。他说很冰的话，再放一下。很脆，漂亮。干的路，手工现做哦，手工现做不行接受。老板很坚持，我们要下去玩水，所以出发。快被我吓死！很舒服哎，耶，玩水。晚餐来吃白天经过人很多的 KK， 天哪，小面、抄手跟麻婆豆腐饭，酸酸麻麻的，看起来没赖耶，怎么样？普通，又比全家的难，普通。我们去买了一尺卤肉。他们家的饭的调味都比较淡一点，但卤肉好像真的有稍微大于麻婆一些，比较推面跟炒手，超好吃。来了，我们第一杯 shot。哇，绿岛冰茶来了，我的偷情。上一次在这边喝到的汁，我觉得超级好喝，开启我的清酒之路。这是我的最后一杯，没问题。可怕的调酒来了，放什么？放什么？香槟吗？哇，狂倒！看你们喝的有点慢，干嘛干嘛干嘛？谢谢。大飞鱼哎，比早上的大，超大，四季豆一些蔬菜跟鬼头刀，然后听说他们家百叶豆腐很厉害哦，海草糕，爱转角的飞鱼超大超大，你看超大。早安，我被热死了，但我们还是睡到八点多。昨天半夜有下雨，但现在天气又超级好。好像我们昨天晚上一直看到打雷，就把椅子什么的都先搬过来这边。法式吐司好吃，萝卜糕好吃，里面有虾米。这个如果有尾鱼有加辣的话，应该超好吃。
赞赞。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这是头啊，身体躺着。哦，啊，那里很大哦。嗯。关公洞那个照片那里，然后再哦，应该是那个洞进去之后往左边。关公洞，哇。好漂亮的地方，好漂亮，漂亮！我们要去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水好凉哦。路线，他很警备，嗯，好好笑，他倒着走。大白鲨。再见。对，有没有比那个野浪？好像有。